今天蔡琳来开卡包，我本来只想开一包，他说哪有人只开一包，开多一点。对啊，你又不是小朋友，就开一包啊。本来想说开一包就好，然后我就要去睡觉，因为现在已经很晚了。我有规定，我们家的小朋友一天只能开一包，而且功课写完才能开。对，所以你可以多开几包。你因为我们还有几盒。柜子里还有五盒哎，一天开一包开。那如果说我第一包就开到 GS 卡，我就不开了。你就睡觉了。对，就觉得啊，今天心满意足，我可以睡这样。哇，好，今天是看蔡琳开卡包。你今天是开 A 还 B？ 我开 B 啊。开 B 好好，把这個。好，等一下来开 A 好了啦，因为 A 好像还很多，对不对 ？A 还，我觉得不会啊，你就把台面上的开，这、就是、外面还有都可以啊。哦，都可以。这个奇鲁利安，这个我们有了。妖精系，铁男现在就妖精系。这个基本能量也还好。海参也有啦，都有咯。哑铃也有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没有哎、欸。这是什么？拉蒂欧斯。怎么样？他厉害吗？他说对手的一只备战宝可梦也会受到30点的攻击。所以我攻击一只等于攻击两只的意思啦。哦，那感觉还不错哎、欸。这个没有哎、欸。没有吗？这个没有，这第一次看到。哦，所以算。呆呆王哎、欸。厉害吗？呆呆王。呆呆兽的进化啊。哦，呆呆兽，呆呆兽好像我们有了，对不对？呆呆兽我们有，只是没有进化。有进化。它这个是可以从自己的牌库抽一张，任意一张。哎、欸，任意一张感觉很不错。任意一张，我想抽几张就抽几张，就加分。对，这个格拉吉欧我已经看过，他感觉就是一个很爱玩的年轻人啊！你看那留着什么刘海，东西啊！你看你们以前不都流行这样盖住一只眼睛？你们那个年代不都这样？我们那年代，我可是清纯的，感觉你们那年代就会留那个一只眼睛。帮你打点灯啊，这样照比较清楚。再来开下一个，不会暗暗的。来帮悠悠开。好，帮悠悠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 A 组的。A 组的、啊。对 ，A 组的。希望悠悠开到好东西。A 组的，我们开个 A 组。开个 A 组。现在很难开到没有的哎、欸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也开一些，不是还好啦，我们应该开掉，然后纸包应该有了。对啊，哦，这个没有。泥巴鱼，泥巴鱼，泥巴鱼看起来很弱哎、欸，可是它血竟然有110滴，哇，血很多，对，然后这是小拉达，这有了，也还好，小泉石也有了，能量，哎呦、嗯欸，怪力，怪力厉害吗？我们有这个的一阶，这是二阶，可是我们没有基础。好啦，希望我们赶快抽到基础。那这个也没有。我们有基础，可是没有一阶，这样就可以进阶。为什么你可以记那么清楚啊？因为我每天都有看啊。哦，你都有专心做功课。我有看欸，我你这样你记不起来？我记不起啊，哪可能记得起啊？我脑筋现在都在记别的事情。这个有，这个我们有初阶，可是没有一阶，那这样子就可以进化。就可以进化。可是我们没有这个的初阶啊。啊，真的，天哪。这个没有。多重置换，将自己的备战宝可梦身上的所附加一个能量附到别的上面。欸，这个物品都觉得长得好像。我觉得这还好，这个普通，可是不错啦，就是至少都有没有的，两包都有没有的。好，再开吧。哈，还要开哦、喔？你开个五包嘛，至少开个五包啊。开个五包哦、喔，这么多對、啊？对啊，开一下啦，快点。我都很想要赶快把它全部开完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才可以再买新的吗？不是要买新的，这样才知道我们身上到底有什么牌啊，可以先用嘛。哦，也是。对啊，它一直放在那，开一个月也是开，开一天也是开。我们今天就把它全部开完好了。不要啦，那小孩要开什么？好啦，开玩笑的。对啊，一二三，哎呦，这个有了，这个有了。对，钻角吸兽，哎、欸。嗯不对啊，我们是有这个的一阶跟二阶，可是没有中间，这样刚好就补起来。补起来。对，独角犀牛好像是吧，我记得好像是。嗯。这个有了。这个有了。对，这有了。小火龙有了。也有了。这个。接下来。哎呀，没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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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有啊。代兽这个没有。啊，代兽没有。代兽，我记得他在卡通里面就很强哎、欸。可是这看起来弱弱的啊。代兽他说若对手的宝可梦是进阶宝可梦，可以增加30点的伤害。嗯，
感觉还好，代售这都还好。我记得以前宝可梦它这一只就没了，哎，这只有啦，啊、有，这第三张了。第三张，我给你，它都一直给你二阶，可都没前面。扭曲能量有，今天我看过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给弟弟的那一包里面有这个。哦，对。它是可以变，它等于就是一个能量啦。那你可以从手牌拿出这张，放在备战宝可梦身上，将附有这张卡的宝可梦与备战宝可梦交换。我去顺便换那个啦。对，它是扭曲能量嘛。加油，把它开完吧，加油。开，再开个这个。我开第几包了？嗯，第四包了吧，好像。那我再开一包就好，这包开完再开一包，五包这样。好，那剩下给我开。啊，你要开这么多？把它开完嘛。对啊。开这么多，我们这样子。我就觉得很想要看里面的。哎、欸，这一包没有哎、欸，这个没有。这包没有闪卡吗？我说这一包没有，这个第一只没有。好胜蟹，这个我们没有。嗯哦、这个有了。这个有了，对，强颚基母虫，它就是甲虫的一种。基础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伊布，哎、欸，这个伊布跟原本的伊布不一样、欸，哎，不一样，这有三只。对。造成自己备战宝可梦的属性种类的数量乘以十。嗯。种类数量，那我假设只有一种，也只有十点，很少、欸，哎。对啊，很少。哎呀，有边了，有边，这又有边了。有边的啊，不是满版的。对，这个好像有了。对，这一阶蓝色看起来就。尾糖草，这个我们有了。卡其有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没有哎、欸。能量在利用。哎、欸，这个可以从弃牌区抽五张基本能量卡、欸。哎、欸，五张超多哎、欸。五张很多、欸。可是弃牌区通常没有那么多能量卡。很多哎、欸。通常两三张。让我要暗扛起来。那为什么啊？这个就变成说，你可以比如说把它丢手牌。比如说你有丢、那個、手牌，这是比如说你有别的什么什么弃牌，这是从弃牌区哦好，所以它不能太早出来，它最好是要晚点出来。你怪已经被打了幾，你弃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能量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被拘啦，被拘的哦，对哦，对啊，有道理，对啊，你就要靠这张反败为胜。好，那再抽个 B 组，来抽 B 组。B 组，我们都是 B 组左右。再给我一只这个就好了。那只是什么？弟弟啊。弟弟很难呢，大家都想要弟弟。弟弟到底好不好用、啊？弟弟已经有我们玉组有一个弟弟啦。我们不是有一张弟弟的闪卡？有两张、啊。哦，没有弟弟有三张，我们弟弟有三张。弟弟闪卡也很加 GS 卡有四张。可是 GS 卡才值钱的。这个没有。这个我们没有，可鸟，我们连出街都没有这个。好，能量，这个有了，这个看过，这有了，哎，啊，有边，有边，有边又有边，这个没有哎。第一，这基础的。蒂安西我们没有三卡，有普通的，这包普通。好了，南瓜怪人，我们有南瓜啊，有南瓜，可是没有这一张。一阶的嗯，可是我们有出阶。莉莉艾也是好卡不是吗？对啊，也蛮少的。好了，我抽一包看看好不好？好，我也来抽一包啊，加入战局。你说从哪？从我们今天有开了一包 GS 卡，可没有拍到影片。对，我们今天有 GS 卡，我还发现其实不好抽哎、欸。雷丘，我们抽到雷丘。雷丘。雷丘。阿佑不是今天就是阿佑抽到了吗？对不对？他就提前拿抽了一包送给弟弟，他想说都要过去就拿一包给他。同熊，同偶熊，没有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有，这有，同偶熊有。基本能量。火火精有。火火精。火火精甜啊，就呆呆兽啊。呆呆兽，这谁？这那我应该会可以换 这个有了。这很烂。龙龙。龙龙。翻齿蛇。都有，都有了。我抽最后一包，我们就去睡觉。哪那么多最后一包 我是 B 组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是 B 组的，你就希望你抽到钢系的。对，我希望你抽到毒系 GX 都可以给我。为什么？那当然，因为我是紫色的。哎、欸，你也有紫色的、啊？对啊，我也有紫色的、啊。哦，好紧张哦，最后一张。来个紫色的吧。这有了，哎，等一下我先看啊，二阶的，这个有了。
二阶的那个有了，这是这个有有啊，那这个就是这个都是不好的，迷你龙也有，这个我不知道，这是二阶是强吗？这有了，这有了，好了。而且没有，第一次看到这个什么光头，然后就留这样的头发，不而美丽这张卡，它真的很不美丽耶。这是功能普通而已，你要这好，这不太好。这跟那个小胖猪的功能不是一样？这就是把，可是就是场上的宝可梦，你可以就是丢，可是你丢掉它就马上再补就好啦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可以丢战斗的那一个，这个很烂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很烂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我们要睡觉了，各位晚安。啊，我们应该抽了快十包哟，今天没有抽到好卡，没有，没有，有点难过。还好，还好，本来就会越来越难抽啊。可是是真的比较没有好卡啦，今天真的没有，有啦，雷丘啊。对啊，阿优抽到一张雷丘的 GS。对啊，运气不错。好了。那是铁脑抽的，铁脑 抽到一张雷丘不是啊？他今天不是有抽到一张那个、哦、紫色的那个什么？这个啊，超梦啊！哦，对对，超梦，超梦，他就有抽到超梦，对，超梦。铁脑啊，铁脑抽到雷丘啊，对，运气比较好啊，给他们抽就好。你看他们两间一人抽一包都抽中，我们这么衰，抽那十几包都没中。对啊，全部给他们抽都一中，对，就给他们抽就好了，不要再抽了。我里面好是这剩我们剩。我们的数量剩这两盒，就没了吗？里面好四盒，这么多？你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哦，这边，这边还有四盒在这里。哦，好了，我们睡觉，现在好晚，现在几点？看一下，快一点，快一点喽，1:02，各位晚安喽，拜。